清脆的冰块声一听就好清凉，夏天容易口渴，巴黎奥运再夺金牌当然要喝饮料欢庆。台湾女拳王林玉婷成功击出奥运金牌，举国热血沸腾，业者寄出优惠一起庆祝。统一超商厚乳拿铁买二送二，斯乐冰大杯全口味买一送一，还有指定鸡胸肉任选第二件7.9折等。另外全家也不能输，狂贺第二面金牌入袋，推出特浓美式日月潭红玉红茶、威德运动补给饮买一送一，以及在 APP 输入优惠码狂贺双金就能领到20元的购物金。其他超商像莱尔富推出矿配气泡水、黑加力软糖买一送一，体恤熬夜看比赛的民众，到8月12日前也有大杯美式拿铁、浓巧脆脆雪糕等买一送一优惠。 OK 则是风味饼干2件59元，水蜜桃乌龙气泡咖啡有买一送一，夺牌好康。有喝的也要有吃的，8月13日到14日面包店韩国扁可颂买一送一，泰式餐厅月亮虾饼买一送一。林玉婷得金牌非常开心，我们也非常支持奥运，只要得金牌，集团旗下所有的品牌都是连续2天买一送一，吃的喝的都有了，交通也有优惠。新北市庆祝台湾女儿林玉婷夺金，宣布8月12日安坑轻轨、淡海轻轨免费搭1天。8月12日起连续7天，新北市博物馆系列场馆、16座国民运动中心、板树及泰山体育园区的体适能中心以及游泳池全部免费。从林洋配卫冕夺金后，掀起各大美食餐饮狂推奥运买一送一庆祝优惠，这回林玉婷也夺金，优惠继续大撒特撒，全台同庆。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。